妈，爸，是何阿姨认识的人。这个于大夫啊，在医院也是有名气的，和妈一样是民建党。哦，给叶子说的就是他的堂弟，姓于，同一个老祖宗，是个军人吧？哎呀，妈真是个神仙嘛！还是个团级干部。对，对呀，对对对对。妈，他现在转业了，在这个地质研究所当党组书记呢。你看他这条件能不能配得上咱们家叶子啊？配得上配不上，先要看看事物的真相。对对对，妈的水平就是高。你从心里这么佩服我呀？没说呢。行了，叫媒人来提亲吧。啊，对，先见见，先见见啊。谁来了？媒人呗。哟，妈，您真是越老越精明了。我老了吗？啊，没老，没老。来了啊。阿姨，于大夫等你们老半天了，快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吧。叶书记，何厂长，好久不见了，何大姐，你身体好吧？是，还好还好。您呢？我不打针不吃药就是好。啊，是呀，好好。妈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于大夫啊，于大夫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。伯母伯父好。你好你好。一点小意思。不成敬意，太客气了。来，快坐吧啊！来，快里边坐吧，快坐吧。哎，伯母伯父，我们宏宽的情况呢就是这样，您二老看看跟叶子合适不合适。35了。对对。那这个年龄会不会在农村订过婚啊？伯母不愧是当领导的，火眼金睛啊。我也是瞎猜的。宏宽是订过亲，不过是订的娃娃亲。宏宽参军出来的时候就正式退亲了。啊，在部队这么多年，他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把个人问题给耽误了。农村娃吃过苦的，知道只有拼命干出一番事业来，才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干到现在这个职务啊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伯母您放心，宏宽，我可以用人格担保。宏宽他自己以党性担保，我们不会欺瞒什么的。妈，我也担保。要说我们宏宽的缺点嘛，这事业心太重，不知道算不算。何厂长，于团长这个人我见过了，为人忠厚老实。可不是嘛，妈，你不常说这个看人要看面相吗？啊，你看你，就这照片，哎，坏人能长成这模样吗？啊！哎，你们谁吃苹果呀？哎，喝水，喝水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叶子啊，从小也没让我们父母少操心。是。要感谢何大姐，从小关心她。是啊，叶子啊，从小就在她何阿姨家长大的。现在呢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我们觉得这男方年纪大了一点，不过呢，政治上成熟，这对我们叶子这样的孩子是有好处的。伯母不愧是当过领导的，看问题很明白。我们会好好考虑的，不过毕竟我们父母不能说了算，是吧？是。还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。对，
还要听听孩子的意思。好的，我们是文明家庭，不包办婚姻。啊，那当然。等我们女儿回来再说吧。哎，哦，你吃了饭再走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伯母伯父，今天真是打搅了。那我们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啊。那何姨常来玩啊。哎，好，不送了啊。哎，好，留步吧。何阿姨、于大夫，你们常来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慢点慢点。哎，再见再见啊，常来啊。汉欣啊，啊，给叶子打电话，让他回家吧。哦，好嘞。哎，要注意方式方法啊。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。行了，天下最伟大的爹。还是不错的，别看你平时粗粗拉拉，可是心呢还是得到大家认可的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摆正自己的位置啊。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还记得吗？要夹起尾巴做人，妈妈不会骗你的。婚姻大事马虎不得，他们家还是挺守规矩的，先上门提亲，这样做是对的，守规矩就可信。我这双眼睛啊，看了几十年了，不会看错人的。你看这个人是个转业军人，又在地质研究所当书记，说起来也配得上我们家。你嫂子的意思呢，说是先见见面，接触接触再说。我也同意，这多有规矩啊。啊，妈，我觉得我现在还年轻，我想做出一番事业以后再谈。有这个想法是不错的，但是人年轻不能只是干事业，你完全可以趁年轻的时候既干好事业，又解决好自己的个人问题嘛。子子啊，你好好看看这个人，我们觉得条件不错的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理由呢？我也说不上来。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什么什么帅帅帅哥啊？啊，没吃过苦头啊？真是不长记性。妈，如果你们觉得合适，那就见吧。你和阿姨介绍的，你们难道没见过面吗？他们是有安排过，但是我不想见。这就对了嘛，到底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过了，成熟了，这才像话了。啊，累死我了。哎，姐回来了。你瞎嚷嚷什么？一天没正经事儿。哎，这谁呀？嗯，这是你嫂子给你姐介绍的对象，你给参谋参谋。哎，我看看看看。哟，怎么这模样啊？这模样怎么了啊？我们都觉得挺好。你看，又是党员，又是转业军人，又是领导，哪一条配不上你姐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坚决反对。这姐一大文人，怎么找着这么粗的人呢？艳红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姐不是什么大文人，人家可是国家干部。
姐，我帮了你大忙了吧？帮什么忙？哎，我这么一闹啊，将来你们要是不成，妈也不会说你什么。我聪明吧？你说一些祝福的话不好吗？哎，姐，你真要把自己这么打发了？打发了又怎么样？你舍得，妈舍得，妹子还不舍得呢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美丽芬芳满枝桠，哎，又香又白人人夸。让你搬你就搬，服从领导啊！别问那么多为什么。去。好。哥，我帮你吧。来。哎，汉欣啊。妈，哎，怎么了？让你到阳光酒楼订的饭菜怎么样了？今天的饭菜不能耽误啊。没问题，人家说11:30准时送来。11:30要是不送来，我拿你试问。哎，嗯，好嘞。哥哥。嗯。你看咱妈，让咱们家尾巴做人。臭显，显摆就显摆呗。子子，听好了啊，该把握的机会把握住，活出人样来，知道吗？哥，你真的认为这户口比婚姻还重要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先把户口调回来再说啊。问这么大。舅舅那边通知了吗？啊，我通知了，我昨天打电话就通知了。舅妈说她肯定会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说呀，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那个家里做长辈的肯定要出面的。婚姻呀，是一辈子大事儿，马虎不得。知道了。嗯。哎，啊，这花瓶光秃秃的多难看啊！去买束花吧。我上哪儿买去？我街西口开了一家，你没看见啊？哪儿有卖的吗？哎妈啊！您房间不是有一束塑料花吗？买它干嘛？对呀，妈，现成的，勤俭节约了，不花钱，好主意啊！不想走一趟是不是？我没这，我拿洗衣粉洗一洗。家里既然有，花那个冤枉钱干嘛呀？就是就是。妈妈妈，洗衣放这儿这儿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小心啊！哎，你们都有见客的衣服吗？准备了吗？准备了吗？啊，有有有有。叶子，哎，你看看。这衣服皱皱巴巴的，多难看呐！去换一件啊！今天可是你的节日。妈，我没带衣服。没带衣服什么意思啊？不想见那个军人是不是啊？行了行了，你不想见，洗衣机搬进去，搬进去，不见了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就穿件爱红的吧，啊？能合适吗？哎，我给你准备了一套，你来试试来。来，那快去吧，去吧，啊。去啊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行，还凑合。洪宽呐，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办得这么顺利哈！有姐在的，哪能不顺利呢？哎，你可别忘了啊，谢谢人家谭厅长。您放心吧。你呀，三老于家的风水都叫你一个人得了啊！娶了个媳妇儿，才貌双全，呵，城里人。可比家里那个小娥强多了。嗨，姐，那哪能比呀？那小娥没文化。到时候啊，你可别忘了姐啊。哎，不会不会，您放心吧。好看吧？嗯。哎，爱红怎么还没来啊？我怕她添乱，给她打发出去了。这孩子说话嘴没把门的。来了，客人来了。快快，看我头发乱不乱？你慌什么呀？没出息。去开门，来来，站好队，迎客。嗯，来了来了。哟，汉仙呐，舅和他舅妈来了。你们好，来了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舅妈，阿紫啊，今儿是你的大日子，
我们做舅舅舅妈的还不得来？好歹你就这一个舅舅不是？就是就是，子子啊，我呀，还就是看着你有出息，去县城怎么样？一样想办法回来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客人来了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快快快，站队站队，一起迎客啊！开门。哦，来了。姐，哎，丈夫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伯母伯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哟，我们来晚了，来晚了。伯母，这就是跟您说的我堂弟洪宽，快叫伯母伯父。哦。伯母好，伯父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一点小意思，请伯母伯父笑纳。太客气了。啊，给我吧，来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叶子的舅舅、舅妈，都不是外人。舅舅好，舅妈好。瞧这孩子多有礼貌。那是，从部队里锻炼出来的嘛，就是不一样。不说了，快坐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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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吧。好好好，叶子，坐吧，端茶去。啊，我们坐吧。哎。来吃点水果啊！吃点瓜子，来吃点糖。哎，甭客气。来，喝茶啊！哎，谢谢。谢谢伯母。哎，好好接。伯母伯父，我们洪宽这是第一次登门，他给叶子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也不是什么大礼，这是个礼数，还请伯母伯父不要见笑啊。很快。哎呀，哎，这是24K 金的，现在流行这，就收下吧。别看叶子是八大毕业的，平时世面见的少，有点害羞，胆子也小，别介意啊。这孩子特别的内向。好了好了，这下伯母，我们是一家人了，真高兴。高兴高兴，哎，那我们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喽。就知道喝。洪宽，高兴，到厨房帮忙去。哎，伯母，我们洪宽烧的一手好菜，今天让他好好亮亮手艺吧。今天用不着帮忙，我们在阳光酒楼啊。订了饭菜了，一会儿就到。感谢了，来喝点甜茶，吃苹果，吃苹果，吃糖，行。怎么没人啊？你说这人都跑哪去了啊？这没人进。哎，小广东怎么不来了呀？咦，想他了吧？我想他，给你投点资啊，开个美发厅。哎，这个主意好啊！你聪明。好啊，好，好，走点，走点，走。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别客气，干杯。哎，吃菜，啊，吃菜啊，哎。嗯，你再说，你多吃菜，多吃菜啊，我吃着呢，汉鑫。把嘴巴里的东西咽下去再说话，让于大夫笑话。洪宽呐，你在部队待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转业到地方，习惯吗？哎，习惯，习惯。作为军人，我们要适应社会方方面面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，要适应各项的工作。现在啊，中央不是提出来大裁军的指导思想吗？我是坚决拥护啊。我们要把有限的经费投入到现代化部队的建设当中去。现在打的都是现代化的战争，有的时候战场上根本看不到人，战争就结束了。哎呦，伯母，您对现代战争还真的挺了解的啊！现在打仗啊，依靠的都是高科技，不是我说大话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这大裁军呢，是必然的，也是必须的发展趋势。对。只有经济发达了，军队才能强大。对对对，经济是后盾嘛！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哎，边喝边聊嘛！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啊！哎，边喝边聊。现在啊，总的来说，这是和平年代，
军队的重要任务是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。我们军人呢，可以到任何需要我们的岗位上去贡献我们的力量。现在啊，什么地方都缺不了军人，抗震啊，抢险啊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啊，部队就是一个锻炼人的大课堂。对，裁军就是让军队更加精锐。您说的对，啊，这就是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性啊，还有多吃一点。伯父，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？不，你说的很好，很有理论水平啊。现在啊，像小雨这样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。是啊，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连政治都不关心了。他们老说，国事家事天下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来，小雨啊，伯母敬你一杯。哎呦，伯母，我敬您，我敬您啊！您随意。大家都喝，都喝。好，来，干了吧。哎，来。好，伯母。叶子和洪宽这事要成了，叶子的户口啊马上就解决了。洪宽那些战友在省里市里啊工作的多呢，帮这么个忙还是不成问题的。这我相信。叶子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啊，哎，洪宽，咱们俩干一杯。哎呦，伯父，我敬您啊，干了啊。哎。这是鲈鱼吧？啊，是啊，这鲈鱼，是长江里的吧？一尺鲈鱼心吊得，儿孙吹火或花中。哎，这松江的鲈鱼啊，比长江的好吃。那是因为啊，这两句诗是杨万里同志。不，是杨万里在松江写的。哎呦，小雨还会念诗呢。那就是杨万里给松江鲈鱼做广告了。不说这个了，快吃菜吃菜。哎呀，妈，雨团长真是哈文武双全哈，文武双全。吃啊吃啊，哎。婚纱照，这没有，哎呀，是，是什么？你上次就答应我了，什么事儿都跟着掺和。哎呀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我说多了话，哎，咳嗽。谁有你话多呀？哎，我都不明白你怎么找的人啊？你个儿那么矮呢？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没看你妈乐乐啊？不知道我妹她乐不乐意？她不乐意，她不乐意，她收人家金项链啊！我告诉你吧，她就算结了婚也得离。离就离呗，反正子子的户口啊回来了，怕什么呀？那也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呀。那是我们女人的命苦，知道吗？说谁呢你？说你呗。这个于洪宽。我和你爸爸都觉得不错，不错。你认为呢？他表姐还是有名的医生，是齐鲁大学毕业的。其实啊，这桩亲事，是我们得的好处多。他身高还不到1.7米呢。还有，他有点土了土气的，总是傻笑。爱笑多好啊！喜庆，而且面善，对吧？想想你自己吧，都28岁了，还挑三拣四呢？啊，在孝德那种地方，以为自己在宰相府里当小姐呢？我跟你说，要想有个好的婚姻，就得解决户口问题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吧，啊，老老实实和于洪宽谈恋爱，然后结婚。好好过日子，这才是你要该走的路。别让我们再失望了，我再也经不起失望了，明白吗？
子子啊，要求不能太高了，太高了不好。我要求不高。你爸爸说的不是身高，别以为你上过大学，你的觉悟啊还没别人一半高呢。互相学习，互相进步。不说了，我听妈的。这就对了。这句话我都等了28年。喂，叶子，我问过了，人家说寄出7天了，你还没收到吗？没收到啊，我都已经查过了。这就奇怪了，这要不你再等2天，要是还收不到的话，我再去看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隔卦，隔卦上对月，下黎明，火燃水合，水绝火灭，有变革之意。你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？就是啊，你要问的东西啊，已经到了。真的？到是到了，不过……你快说呀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要的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像鲤鱼隐在了深水里，浮不上来呀。你是说有人卡我？我早说过了，妹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是或不是，你自己领会啊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进来。于书记，这是所里新发的学习材料啊，搁这儿吧。哎，哎，小关，哎，你给我念念这首诗，啊。哦。大江东去。不，从这儿念，这个，遥想公瑾当年，啊，从这儿。哎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等，这羽扇什么巾？羽扇纶巾，羽扇纶巾啊，没念错，没错啊，这伦理道德的伦就这么写的，不对吧？他这是个绞丝盘啊。于书记，凡是带这边的都念纶。什么车轮啊，什么抡大锤的轮呢、啊？还有什么，反正都这么念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不愧是大学生啊，有水平。没错，我这里的确是收到了一封关于你的函件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先别着急嘛，有个事情啊，我必须要向你说明一下。市里发过来的是商调函，商调函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懂吧？就是要和我们商议，商量一下。局里已经开会研究过了，局党委决定不同意你调。什么？市里的确是需要人才啊，难道我们县里就不需要吗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们县里现在更需要人才。没错，这县里的环境啊、条件啊，是没法跟市里比。可是你的情况我已经向县长汇报过了，你猜县长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啊，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，是人才，我们就要坚决的留下，谁调都不给。”就是这么说的。
呀，有妹子给我斟酒，我已经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。来，先喝一个。庞大哥哪能是那么容易就醉的人啊？如果那么容易就醉了，还看得到世道人心？哎呀，有时候啊，还是糊涂些好啊。难得糊涂，难得糊涂也。你忘记了上次崔大局长发配我去农村工作队，庞哥我三个月风雨天地练红心吧？啊？要不，我们再练他一回怎么样？后来捉奸也没成啊。什么捉奸啊？哎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是捉狼才对。我们再捉一次怎么样？行啊。没见过嫂子呢，长啥样啊？你嫂子是堂堂八大的毕业生，中文系的大才女啊！哎呦，团长，您真是太有福了。
东山不见人。哎，这奇怪啊！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！别忘了暗号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三个电话，一块五，我还打呢。不请我进去，我有请你来吗？啊？哦哦哦，真走了？不是，你不是说？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还真当真啊？啊，局长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啊，对，我这儿呢有个剧本，想跟你。讨论讨论，好啊，进来说吧。坐吧，秋菊。啊，你看这个本子啊，它主要……秋菊，干嘛那么认真？每次一见面就谈工作。先吃点水果吧，你喜欢吃苹果还是吃梨？我吃个梨吧。不，我就不吃了。咱们还是先谈剧本吧。那好吧。你看哈。喂。月上东山。佳佳呀，啊，鱼浮上来了。对呀，一缺氧啊，鱼就浮上来了。佳佳真聪明，那我挂了。鱼儿浮上来了。那位是？啊，是我小外甥，特别好学，在家养鱼呢。哦。崔局，你接着说呀。哎，那咱们都坐下说。好啊。这个剧本啊，我真是仔细的看过，感觉是这非常的合适。这里面主要内容啊，是表现了，是表现了这个我们孝德农村改革后的新面貌啊。新一代农民的新生活和新思想。你说。亮灯给我看，亮灯给我。叶子老师啊，你别看我们孝德是个小地方，可也培养出了不少的人才呢。叶子老师啊，你来这儿也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相信心里一定有所感受。这小地方啊，自有小地方的好处。你看啊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关键是民风淳朴啊。这对于我们这些文字工作者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块福地呀。局长，您说的对。假如人